每当秋天将军要刷到社区，就有很多居民在门口前制作火烧火锅。但是这样经常随着社区人口老化了越来越少见，为了活化这个产业，并且让更多人实现，将军区要刷到社区发展协会首度以代表性的火锅产业举办活动。我们推动农村再生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马沙沟社区在去年加入了我们农村再生社区的一个行列。那他们非常认真的努力在推农村再生，他们希望透过一个旅行的一个方式，透过观光的一个发展，然后让我们的社区能够越来越好。活动中间结合了市集、小旅行啊，还有四路餐桌，游程包括着马沙沟 3D 彩绘村、顺心盐田导览以及火烧火 DIY， 要让游客无同款的体验。马沙沟社区发展协会希望讲借着即届咱马沙沟火烧虾子吼，注重着咱马沙沟即个偏远的渔村啦吼。火烧虾离马沙沟是算一种真有名的名产吼，啊，离咱台湾真侪大型的餐厅拢有咧用啦，爱是真好食的一项物件。希望而且推广到马沙沟安尼火烧虾。火烧节结合了社区特色景点甲产业体验，安排专人带着游客小旅行食美食。除了让民众了解将军马沙沟火烧虾产业，也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咱天视物料山将军区采访报道。